讲过一分钟的话没有？没有。讲过一分钟的话没有？没有。我们为这些被杀的人讲不到一个钟头的话，我们就要被举牌三次。所以这就是结果。他现在喊第三次了，我们来喊口号：拯救加沙！拯救加沙！终结占领！终结占领！拯救加沙！拯救加沙！终结占领！终结占领！战争犯罪！国际制裁！战争犯罪！